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дорогие мои! Меня зовут Татьяна. Я живу на Тайване. Чтобы понять, насколько у нас богатая культура, для этог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нужно было уехать. Но даже уехав, невозможно забыть о России, о народных промыслах и все самое лучшее, что было заложено в нашей культуре. Всем привет!这间位于民生社区的温馨小宅，俨然是个小型的博物馆。馆长是来自俄罗斯的汤雅丁玲，目前他在台湾从事俄罗斯民间艺术创作，推广母国艺术文化。有很多。 很有趣的图画也不一定传统的一束花类似这个不一定是一些小孩子的卡通在里面有很多古代的俄罗斯的风格衣服或者建筑他们穿的衣服风格还有建筑风格这个画法跟这个不一样对这个要涂颜色以后再上啊这个很多等等等等等等很多点。 如果我画画，谁都不可以在旁边。对，因为有时候有想法、有灵感，要做、要专心。其实画这个已经不是最难的部分，最难的部分我觉得做设计，什么颜色跟什么颜色配在一起。因为有时候涂颜色看起来完成，可是在我眼里，在我看来，颜色不配以后重新做。 俄罗斯是一个艺术气息浓厚的国家，在这样环境下长大的汤雅，对于美学并不陌生，而她所有的绘画技巧也是自己摸索而来。在学校我们都画画，没有特别学习，可是来台湾，在台湾已经开始跟孩子介绍文化、艺术、俄罗斯的历史啊，顺便给被他们画画。后来发现，我自己发现很有趣。 那很有趣，我自己开始学习。我的人生改变的原因就是孩子。刚来台湾读书的时候，还没有对俄罗斯特别研究，就是习惯了，喜欢新的环境、新的东西，还有跟我们国家的完全不一样。但是后来结婚当妈妈，那个时候开始给孩子介绍我们的文化。在俄罗斯。 什么都有，都自然的环境，不要特别努力的照、努力的做，就参观就好。可是因为在台湾不是这样，没有这些东西，所以要特别努力的做。后来孩子，特别是姐姐长大了，已经根本不在乎俄罗斯的，知道就好了。可是我已经没有停留，我继续做。为了要将住家营造为具有俄罗斯风情的家庭。 汤雅特地从遥远的故乡运来许多当地的生活用品。学艺术一定要看最好的东西，因为这个很影响观念。一定有很多东西都从国外带来，让孩子变成他们自然的环境，让他们真正的艺术成绩就是这个成绩。虽然我不在俄罗斯，但是。 我一定要俄罗斯人的环境，所以这些家里的东西都是我自己带来的，有一些自己做的，有一些带来的。俄罗斯文化我们喜欢吃很多。
不一样的菜是冰的菜，类似沙拉。所以这些冰的菜，我们喜欢放在水里一层一层，会非常漂亮。就如同许多俄罗斯妇女，潘雅也喜欢自己动手布置温馨的家。手巧心细的她，利用回收物 DIY 许多装饰品。这个是西冰盒，凤梨 cake 吃完了。因为我们很在乎装饰品漂亮，可是我们的漂亮不是一个明白的东西，可能大家都知道的，就是手工的。好东西不必花一笔钱，对，我们可以用平常用的东西，用我们的想法 idea 再看看终究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就做。对，帮我丢掉，帮我丢掉，谢谢。还有你如果要疫情，那你做好，如果不要来超人，你去东京超爸爸。那个房间我们叫东京，因为日本的那个高的地方什么都没有，是爸爸的空间叫东京。就放到你的衣服后面。我的球衣叫莫斯科。是我帮他们取的名字。对对，两家都分开。东京就是先生喜欢的风格，日式的什么都没有，高高的地方，衣服柜就好，电视就好了。对，没有装饰品，什么都没有。OK， 所以我们把这个房间叫东京，啊，我的房间我们叫莫斯科。一开始当然觉得为什么要这么多东西？这个不是博物馆，是一个住的地方而已。对，但是其实这个也不只是跟文化有关系，男生跟女生的差别，男生都要简单就好了，女生要丰富漂亮。后来我们把家变成什么的球用啊，先生的球用什么都没有的，还有我的球用，像这个风格。在罗斯 ，house 就是一个建筑，每个地方给变成建筑，可能去外面有一个盖好的房子也可以变成建筑，对。但是 home 的意思有一点温和的感觉。除了建筑完成的以外，还有里面的环境让人觉得很舒服。我们喜欢住在 home 里面，不是只有 house 就好了。所以因为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喜欢把自己的住的地方变成很舒服的、很漂亮的。哦，大力士来了，小帮手大力士。这个先要里面的东西拿来，等一下。好像水果大餐呢。那你们家的沙拉都长怎么样？很漂亮，一层一层，萝卜、鲜蛋、蔬菜都会配颜色。俄罗斯文化影响生活美学，同样也反映在饮食中。无论器皿摆饰或是食物配色，潘雅也很考究。不过吃冷食的习惯倒是让台湾先生适应了许久。好吃的不一定是健康的，有营养的；不那么好吃的，有可能会有营养。所以从小时候鼓励孩子吃生的蔬菜水果，也我们的菜大部分都是生菜的。那种看到胡萝卜，妈妈，我也要。赶快处理杯子。是谁今天互相合作，跟妈妈合作的人是谁？每天都会煮饭。很多蔬菜在里面。那先生有喜欢那个家里这么俄罗斯风格吗？喜欢。嗯，喜欢吗？
为了听到先生说好听的话，一定要上电视记者录音，才真的会知道。其实如果能够有一些地方让我放心的话，比较好。以前有很多，这边也是。妈妈练钝了，整面墙都是书，对不对？那因为书长得不好看，所以全部都被听，妈妈练会收起来，对不对？妈妈练昏了。所以给你，因为他知道俄罗斯人生气的样子多可怕，所以不可能反对。那先生喜欢晚餐吃俄罗斯菜吗？他愿吃我送他。OK OK， 好，我自己出来。一个礼拜吃七天，当然会讨厌啊。敢吃什么啦？如果一直吃一样的，实在是……如果有不一样的，那当然是很好啊。如果一直都吃一样的菜色，那真的在日。因为我常常有应酬，所以偶尔吃清淡点不错。嗨，我是 Jacko 蒋伟文。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跟嗜好，那有的人会因为自己的兴趣而一头栽入，无法自拔。今天在台湾在一起为各位介绍这一位呢，就是把自己家里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小型的俄罗斯民俗艺术博物馆的 Tanya。 我们一起来欢迎他的先生卢玉红大哥以及 Tanya。 Hello， 欢迎两位。玉红大哥你好。你好你好。哇，常年你好。你好，这是送给你。谢谢，送我礼物，谢谢。请坐请坐。谢谢。哇，好香哦。啊，这个面包造型很特别。这个是俄罗斯面包，传统的面包。这是俄罗斯传统面包，就是乍看之下它整个的造型有好像有天鹅啦，然后有爱心，上面这是白白的是什么？盐，面包与盐，这是一种欢迎客人的习俗。因为古代的时候，盐它从国外带来的，那个时候算是很珍贵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待客的一个方式，是好，蛮特别。这个，而且你应该拿一块放在盐就吃，代表尊重我们的习俗。就是我要沾这个盐吃。对，好，那我就吃吃看，这是第一次拿面包沾盐吃，都可以是不是？对，都任何一块都看，我就拿一块。其实，在现代的社会，如果有一些文化活动，或者有一些特别的个人，像总统比较特别的，对，在那个时候，这个习俗还在这些。蛮香的，而且有蛮有嚼劲的。面包与盐，这个俄罗斯话怎么讲 ？Хлеб и соль。Хлеб и соль。对，啊，如果人表现爱客的态度，他是 хлебосольный хозяин。Хлебосольный хозяин。对。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比方说，如果你来找你的朋友，他非常好招待你，给你准备很多好吃的。哦，就是他对客人很好。对对，这是个人的感觉。他是很棒的主人。对。可是刚刚他俩说这是斯拉夫民族会用的一种方式，对，所以这不只是俄罗斯，不只是俄罗斯，其实很多国家斯拉夫的，因为历史的文化差不多，宗教差不多，对，所以他们的习俗也跟我们一样，像捷克、保加利亚、斯洛伐克亚、还有波兰、马其顿都会用这种打招呼的方式，而且面包语言这种招待客人的方式，没错。对，那我们来看一下 Tanya 这衣服真的很漂亮，可帮我们介绍一下你今天身上的衣服？谢谢。对，跟这个娃娃好像。没错，这是莫斯科秋游的人，对，他们的一种风格有三套衣服。一种有三套衣服，我们看。对对，这是他的围兜，一件。第二件，这个比较光的，对啊。第三件就是在里面。哦，还有一个内衬在里面。对，可是那个内衬也可以穿，也可以单穿的。对对对。那Tanya自己在家里会穿这样的衣服吗？我想问一下玉红大哥。其实刚认识的时候，他是来刚好刚才来到台湾念书了，他来学中文，那时候人在台中的东海大学。那其实那个时候他是，因为就是对中华文化很狂热啊，在比如说还没到台湾之前，他在当地就会拿筷子吃饭啊，然后穿旗袍在外面外出啊，或者是怎么样，所以其实跟现在您看到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所以你以前其实是穿在俄罗斯是穿旗袍的。对啊，因为我的个性，我喜欢新的东西。嗯，在俄罗斯开始读中文，发现哦，中国文化也蛮有趣的。嗯，人家那筷子吃饭，还有看传统的那个旗袍风格，我真的很喜欢。对，而且在俄罗斯我有一些朋友，我们都读中文，嗯，我们觉得很好玩。如果比方说在俄罗斯人当中啊，吃饭时间到了，我们一群人到户外，我们带筷子，嗯，用筷子吃饭。还有如果要讲什么秘密自己，我们也用中文，所以那个俄罗斯人他们觉得奇怪，可是我们觉得好玩。这样听起来，你好像在俄罗斯把自己变成一个外国人的感觉。对，当然。很有趣，玉红大概你说认识 Tanya 的时候，她是穿旗袍的，是很喜欢中华文化的。是，可是我们在影片中看到你们家里面一点都没有中华文化的感觉啊，全部是俄罗斯的文化，而且是小型的俄罗斯民俗艺术博物馆的感觉啊，而且完全看不到你的东西。这其实我也蛮无奈的，怎么会这样子？你的东西都收到哪里去了？都在柜子里面，都在柜子里面，好不容易有柜子放。这个你们一开始有沟通过吗？就是这是一个。这是马上就变成全家都变成这样，还是说是一小部分一小部分慢慢的变成一个小型博物馆？没有，基本上就跟当年俄国侵略中国一样，是慢慢来的，一步一步慢慢来的。而且你发现跟他们谈判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用的，因为就像历史上一样，打赢了还是要割地赔款。所以，这些东西啊，是从哪里收购来？是去哪里买到的呢？要感谢 Internet， 感谢网际网路。很多时间他都在熬夜，在上网，在看到底因为这东西真的在台湾很难找得到。嗯，其实也没有所谓的进口商在代理或什么，所以很多都是从网路上面去直接去订购，从他们国家邮寄过来。所以搞不好光是邮费的部分，搞不好就比东西本身的价值还要高。嗯，那这在这方面，因为我刚刚问的是老公啊，就是玉红大哥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但是对长年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你本来这么喜欢中华文化，突然之间这个想法突然就开始。没错，我喜欢，我还是俄罗斯人。嗯，对。而且我真的要感谢我的先生，他对我，嗯，没有那么，我不知道别的先生们在这个情况下中会怎么样。而且也有一个好处，我的先生他做建筑。而且他的风格比较基本，像日式的，什么都不要，什么都没有，所以他的房子以前的设计那个 style 好像有床可以睡觉，有电视，有衣服柜就好了，其他的都是空空的。我们说跟我想的完全简约啊，很简约。对的，所以这方面背得很好。对对，我觉得最不好是如果他跟我一样。要这个要那个，这个真的可能世界大战开始。那其实 Tanya 不只是喜欢收集这些东西，你自己也很喜欢艺术嘛。对，对不对？你自己也会画画，然后有很多也是你自己做的。没错。这个是你从小就有这个艺术的天分，还是从小就有在往这方面训练自己的？其实，在俄罗斯几乎每个人，第一可以这样说，因为环境在乎艺术，在乎建筑。可能温室很多，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个是自然的环境，所以我们没有特别来学习什么，我们只是有很多兴趣、活笔，想做什么哦，可以试试看，也不必找老师，可能基本做我们自己学习。对，所以我在这个环境长大，可能影响到我的观念、看法，等等。我听说你有给小孩这样的环境，因为如果是我们台湾的。我像有些父母亲，像我自己当爸爸妈妈，我很怕我小孩拿那个笔在墙上乱画一场，就他乱画，我要把它清理干净啊。可是你好像不是这样。其实有时候，因为没有办法，才不要讲。我记得就是有一天我画画，可能有想法画画，弟弟来找我，妈咪，我说弟弟很快就找事情，等一下不要现在吵妈咪，好啊。所以后听这么那么安静，可能一个小时，超过一个小时。怎么这么听话，都没有吵你？对，所以我继续做，继续。后来听到很高兴的声音，儿子又来了找我，妈咪，你看我的一束花。啊？什么？在哪里？我看我们客厅，白色的墙壁，全部蓝色的蜡笔，全部碎片。啊！天哪！后来我觉得，这个可以处理一下，我拿来其他的来笔开始画一些画，什么，就这样。对，所以因为你自己灵感来的时候，你不要人家打扰你嘛。
所以当你的小朋友有灵感，他在那边画的时候，你也不要打扰他，对不对？现在看两位是好像是很完美的结合了，虽然说一位是简约的，一位是华丽的，可是你们却很完美的结合在一起。那当初这段婚姻，因为毕竟是异国婚姻嘛，双方的家长是怎么看这一段婚姻的呢？应该这样说，就是说父母方面他们没有什么太大的看法，因为其实我亲戚也有好几位都是外国的婚姻呐、啊，所以说不会觉得很奇怪。对，不会觉得很奇怪。那 Tanya 的爸爸妈妈呢？嗯，很远。很远。对，没有什么哦。你要结婚，好啊，祝福你。那 Tanya 嫁到我们台湾来，这个。在文化上，像我刚刚拿这个面包有这个盐，你们的习俗是面包与盐，就是招待客人的一个方法。那 Tanya， 你嫁到台湾来以后，对于家庭观念方面有没有什么跟你当初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真的差很多。比方说，我记得我刚来台湾，我跟一个台湾女生，她比我年纪大，我们随便聊，对，她说不要结婚，哎，怎么可以不要结婚？不想结婚，很多女生都这样。我说为什么？结婚不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因为在我们刚来，结婚好像一直在妈妈爸爸旁边，没有自己的空间，没有怎么结婚代表当独立的一个人。结婚哦，听结婚好耶，很快乐的事。可是我看他的表情，不要。啊，后来我慢慢开始了解一些，说啊，原来在台湾结婚这不是两个人的空间，这个可能是两个家庭的空间。也结婚不代表一直在老公旁边，可能要对父母表现一些责任等等，而且看很多很多文化上的差别，总有了解。我觉得，对，可能是这样。所以这样聊起来，俄罗斯对结婚的感觉是比较独立的，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家庭的，反正不像我们台湾是两个家族的合在一起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对，没错。哦，这个蛮不一样的哈。对对。那Tanya在吃的方面呢？我们在影片上看到那个你做的很漂亮的那个沙，好大一盘沙拉这样，而且你们是比较喜欢吃冷盘的感觉。对，这样的很好，有营养，有健康。对，很多俄罗斯人我们都喜欢。吃生的蔬菜水果，有时候跟朋友我们去吃饭，有圆形的做成大的，有很多菜，我看到有一些萝卜，花糕很漂亮，像玫瑰花。其实这个是装饰品。decoration 这个，所以我每次有没有人要没有 ，OK， 等等，这个不行，这个不能吃，为什么？那你就直接拿来吃。我一定要这个东西，我不在乎里面是什么，多好吃，我看啊。有我要的东西就拿，但不过我现在朋友都习惯了，刚开始都，大家都把胡萝卜留给你，对对对。不过我觉得真的蛮不错的，因为我有时候会担心我小朋友不爱吃太多新鲜的蔬菜啊，所以现在想想，哎，我从小就让他吃这个新鲜蔬，把它剁小小给他吃，养成他爱吃蔬菜的习惯是蛮不错的哈。Tanya 除了我们大家知道他的个性呢，真的蛮可爱的以外呢，他对这个艺术方面是很有热情的。接下来我们看 Tanya 在台湾如何推广俄罗斯的民俗的艺术，我们来看一下。最初只是为了在异乡教育孩子认识母国文化，Tanya才开始接触俄罗斯传统民间艺术，没想到这让他在台湾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Всё начали с работы. Покрываем крышу черепицей, меня не дёргать. Очень надо. Лошадки, птички.И люди, да, люди, вот как раньше в России, на Руси было принято, чаепитие на тройках или гуляния народные. Вот видишь, я нарисовала здесь зиму. Похоже на зиму? Нет. Не похоже. Вот какой раскрасить? Что мы еще не закончили? Что мы еще не закончили? Уже почти все закончили, да?Вот нужно еще что-то. Это, снег сделаем, да? Дедя Тахуа, Хэн Пяо Джун, это Элосы Вава Лен, это Мутхо Дэ Вава.
对，他的风格现在已经可以说成功，可是这不是他的兴趣，现在可以说我的同伴是弟弟，弟弟已经长大有自己的想法，已经跟我开始不一样，但是这个是自然正常，我也没有什么意见，喜欢做什么 OK 给他空间做。孩子已经长大了，我已经开始发觉 OK， 当妈妈也不错，现在要做自己的，有自己的空间做自己的事，孩子已经 OK 了，所以可以说现在终于才可以呼吸有自由，可以做自己的事。特别喜欢台湾原住民文化的摊雅，时常走访各地部落博物馆寻找灵感，观察原住民工艺的配色与设计，为了更多的创作能量做准备。其实我来台湾发现这里有很多很优秀的东西，手工的，在台湾也有一个本地的文化，那个本地的文化就是原住民文化，他们喜欢做很多手工的东西，想起来古代的罗斯有一些人，他们的衣服风格，他们的项链，对，都很类似，所以感到哦，原来在台湾也有一个很熟悉的东西。这里看起来有很多很多颜色混在一起，在我的印象中，小时候我的阿妈她也有类似的，都是自己做的，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在苏联，可能40年前50年前我们用的布料都差不多一样，工艺方面无国界的，手工的东西就是手工的东西，可以拿来做很多很多，只是每个国家风格不同，可是原本的东西都差不多。本来我们应该有颜色，跟彩虹一样，不要我们的人生只有黑白的，要加多一点颜色才会很开心，心情也会好很多。如果我要做俄罗斯民间之父，也很好用原住民做的布料拿来做俄罗斯民间衣服，对啊，都很漂亮。我在想，有时候看很多台湾人的观察，喜欢去日本，日本，日本，日本。其实日本也有日本的特色，我也看过，我也去了，可是也要对自己的文化多了解，因为这个没有日本的差。一样很有特色，有非常台湾的风格。因为我们有时候可能年轻的时候一直会觉得国外的东西是最好的，没有看清楚自己的特色在哪里。我在罗斯开始读中文，我也觉得中国文化很棒，在罗斯我也喜欢当外国人，对，喜欢别的文化，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停留在一个事情上，我们要开放一点，看世界上哪里有好的东西，但是也要看自己的特色在哪里，拿来好像结合在一起会更丰富，感觉更棒。在台湾要找齐俄罗斯的创作素材十分不容易，不过转个念头，许多具有台湾特色的木制品在摊雅眼中都是非常棒的台俄新结合。我们这个是拿来做客家柜，安古柜，就是印模啦，高那个板印。这个有宗教的意思在台湾啊？没有哦，古代的俄罗斯这些东西没有宗教的意思，只是俄罗斯人喜欢装饰品，很漂亮，很繁华。连基本的面包一定要弄很漂亮，做了很多类似的。实际方面不一样，可能图画不一样，
可是工艺方面的一样，对，有形状的，对，形状是很有趣。这些木头如果在俄罗斯不太可能这样原来的，可能有一些俄罗斯人喜欢在上面画画，变成装饰品很不错。这个非常俄罗斯的风格，弹木头弹，可以在上面画画。我在台湾买不到木头娃娃的形状，不可能做俄罗斯木头娃娃，所以我发现，台湾有另外一个很好要求的东西，就是陀螺。这样我看不懂，俄罗斯没有陀螺，没有这个形状，可是这样看很标准的俄罗斯娃娃，可以画脸，大、中、小。台湾的东西也很丰富很多。有时候不一定要特别找什么东西，只是用想法看看啊，什么本地的东西终于可以变成什么样子。喜欢分享的他呀，不吝于将个人收藏公开展示。他希望台湾朋友能有机会亲近可爱的民间艺术，更了解俄罗斯的文化。谈俄罗斯一定要留意什么？建筑方面、艺术方面、音乐方面、舞蹈。台湾比较了解日本、美国，对，了解，真的了解。俄罗斯的台湾人很少，但是如果真的去俄罗斯亲眼看，他们回来已经也不是台湾人。古代的俄罗斯差不多一样，因为有很多区域，要看一个区域的人，他们的帽子颜色 不一定一模一样，因为实际没有规则。文化没有规定，一定要这样，一定要白色，一定红色，一定怎么样，所以看每个人的想法，所以衣服风格也很丰富。在古代的日本也有一种娃娃，它的风格不一样，可是它的设计一模一样。天啊，他，我认识他大概3年多，那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真诚直率而且很热情的一个朋友。他本身对艺术他有一个很执着的一个兴趣，其实他们是把那个就是生活中很多都融入在他们的各种的用品里面，所以他觉得说，哎，这样子可以给小朋友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艺术的一个涵养。来，小朋友，来，露娜。露香，来，小朋友的桌子，小朋友的桌子。借着展出机会，谭雅鼓励大家发挥个人特色，勇于动手创作，人人都可以是独特的生活艺术家。欢迎你们当画家，对这个活动，看台湾朋友画俄罗斯娃娃。鼻子不要那么明显，要一点点就好了。线大概要位置，开始画，也不要太近，也不要太远。对，就是那个艺术，因为没有一定的规则，一定要眼睛是什么样子，不画成，所以变成一个很丰富，很丰富。重要的是过程，台湾朋友来做那些俄罗斯娃娃，画什么没有关系。很开心。来，展览结束，有可能一个礼拜要睡到中午，那个时候真的会感觉很累。现在，今天想画猫。我很佩服的是一个人有兴趣，但他愿意去挖掘的时候，他自己
去收集到这些民俗艺术，因为他的那个兴趣，他找到的资料是相当丰富的，丰富到我觉得可能是科班训练的人未必有这样子的这样丰富这样子多元的一个程度，所以我是看到他的这一个热忱，而且还被感动。写艺术不只是要用这样的要看东西，所以可能拉到学校的当上俄罗斯的才会没有人知道啊，所以在这些活动办展览，人家可以来亲眼看啊，俄罗斯彩绘是什么样子。好的东西一定要公开，不可以摸着一个人来看看吗？没有什么好玩的，一定要公开。希望你这样做，更多人会有机会认识最棒的艺术、最棒的东西、很好的东西，俄罗斯的。俄罗斯的艺术呢，可以说是琳琅满目，十分的丰富哦。我们今天也特别请到了当代喜马拉雅文化中心的创办人，也是俄罗斯文化艺术展览的策展人 Rich 陆正宏陆大哥在现场。很多人对俄罗斯艺术啊，不是说这么样的熟悉，有些人可能觉得蛮陌生的。那陆大哥，你怎么会对俄罗斯的文化这么有兴趣呢？好，确实如同你所说的，在台湾我们一般民众对于俄罗斯，其实它是一个世界领土最大的一个国家，嗯，可是跟欧美比较起来，我们却相对对它陌生的，嗯，那我也尝试着在想，是不是有机会可以让我们台湾的民众有机会接触到俄罗斯，它其实已经是举世闻名的很多领域，嗯，这其中就包括了比较多人所知道的文学、嗯、音乐、芭蕾、戏剧、电影，嗯，还包括美术、绘画、嗯、工艺。可能还有哲学，这些领域其实都是为世人所赞叹的，只可惜在台湾这边确实是比较少人知道。我想在这个文学方面或是在艺术方面，那个他俩应该蛮熟悉，可以帮我们举例一下吗？就是世界闻名的一些俄罗斯比较经典的文学著作。我发现在台湾很多人知道胡桃谦，一些芭蕾舞的部分，胡桃谦、天鸟湖，哦，天鸟湖，对，还有列奥·道斯托文学家，嗯，还有一些他的像安娜·卡列尼娜，对，这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还有柴可夫斯基音乐家，嗯，罗赫曼尼诺夫，睡美人，对对，哦，睡美人，天鹅湖，天鸟，对。啊，你刚刚特别提到了一个胡桃钳，对，那今天现场有一个，有这个是胡桃钳吗？没错，这是俄罗斯风格，真正的胡桃钳。哦，其实在俄罗斯也已经很难找。啊，是传统的东西，而且这个我们在俄罗斯有卡通，嗯，这是卡通里面的一个造型。我们的胡桃钳，俄罗斯的就是这个风格，啊，跟台湾不一样。刚刚这样稍微聊了一下，其实大家也许觉得对俄罗斯的文化或艺术陌生，可一听，哎，其实有很多故事，嗯，或是一些文化艺术上的，我们其实是知道的，很经典的。那 Rich 就是我们的陆大哥。嗯，这一次你策展这个俄罗斯的文化艺术展览哈，它好像是很多元，就像我们刚提到有很多俄罗斯的一些不同的艺术的文化哈。是，其实这一次的一个月的活动，它的源头还是在于，其实十多年前，嗯，我个人自己有了因缘际会的一次俄罗斯的油画真迹的收藏，但是我尝试着就让它有机会可以跟我们台湾的民众，甚至包括台北的民众可以见见面。但是那时候的想法是因为身为策展人，我也希望说他不只是用静态的方式来跟我们台北民众见面，所以当时在思考我们怎么样让这样的活动可以更多元。后来我自己整理出来大概有十个类别，我们可以作为第一次的开始，第一次就可以有十个类别，哇，很多，其中对，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我也尝试在找寻我们在台湾有什么样的专家或者是达人或者是学者可以来谈这十个领域的所有的面向。那其中工艺的部分，俄罗斯民间工艺，我尝试着去找，我当时告诉我自己说我一定可以在台湾找到一个人，嗯，那时候还不认识潘雅，对，还好老天的帮忙让我有机会可以知道了潘雅跟他相关的一些资讯。那我尝试着就来询问他，我是不是有机会可以跟他请教，来邀请他参与我们这一次一个月的活动，嗯，是这样开始的。其实陆大哥，你刚刚讲说你可以找到他娘，你就觉得是太幸运了，是老天的安排。我想对他娘来讲，可以遇到陆大哥这种知音啊，也是一样的，你觉得哇，怎么会这么特别，找到一个跟你一样热爱俄罗斯艺术的人。可不可以聊一下你碰到这样的知音是什么感觉？很高兴，嗯，对，
因为真的了解俄罗斯文化还有这样的人不多，为什么？因为任何的文化跟历史有关系，比方说台湾的历史跟俄罗斯无关，都可能比较熟悉日本的、美国的，所以在台湾都这个东西对俄罗斯的东西人不够了解。嗯，所以两位可以是志同道合，一拍即合这样哈。那Rich 大哥那时候遇到 Tanya 以后，你对俄罗斯人的印象啊，有什么不一样的改变吗？或是有没有印证你对俄罗斯人的印象是一样的？认识坦雅让我感觉到其实蛮多是确实跟我们印象当中的俄罗斯人蛮不同的地方。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例子就是在我们的活动开始之前，我几乎会常常去了解坦雅这边准备活动的情形，那他也都很乐意告诉我，我也深深感受到他对于自己要做的事情的要求，那种龟毛，那种坚持，那种力求完美的那种决心，其实也是出乎我原本所预期的。嗯，有些人对俄罗斯人的印象可能是比较严肃的，但是我们今天认识汤姐好像不是这样，汤姐是蛮风趣、很搞笑的感觉。其实，这个也可能是我们文化的一个特色。我们跟陌生人没有怎么样，没有什么标签。比方说，有一些人像美国文化。嗨嗨，跟陌生人我们不会就是不理不睬。所以我记得有一个朋友，他以前在法国读书，他说看到俄罗斯人，他一直觉得俄罗斯人就是你说的有点凶，对，可是多认识他们，他很夸张，没想到那么 friendly。 没有错，因为对朋友的表达的方式我们很热情，因为我们很清楚陌生人是陌生人，不必那么多演戏，不必那么多演戏。对呀、啊，陌生就不理不睬。可是如果真的跟人做朋友，我们好像把所有的心意，为了朋友告出来。对，这是我们的俄罗斯人的个性，所以不要看我们的脸被表面被骗。对、哦，就是外表看起来冷漠，内心其实是非常的热情的。对，那Tanya，你未来哈、哦、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就是刚刚我们也听到 Rich 讲说，你对这个推广俄罗斯的文化艺术是真的 不遗余力啊！你未来还有什么样的想法？怎么去做吗？我有机会当然分享我做的艺术，还有有时候办展览，我有时候加入别人的活动，有时候办个人的展览。我很希望给台湾人介绍多一些我们文化上的东西。比方说一些学校，像世纪大学，他们邀请我在学校当老师，我给当然可以，当然好。很愿意可能做一些单张招学生，可是大多数的人在这个环境中，他们只是看到俄罗斯绘画才会没有什么感觉，所以招到学生真的不容易。对，所以两个学校他们邀请我当老师，可是问题都一样。这个刚好就可以来问一下 Rich 大哥，就是在专业策展人的这个角度的方面，你可以给苍雅一些建议吗？像他刚刚讲他遇到这样的困难点，在招生方面也比较辛苦比较困难，在推广方面我相信也遇到一些问题啊、哦、这方面是不是可以给他一些建议呢？ OK， 我倒是在想说可能对苍雅来讲的话，其实他还可以发挥他的很多的优势，例如说他的亲和力，其实我们刚有谈到的像某个活动，你说他的 搞笑的功力，这也算这是其中的一个。他可以有很多的朋友在台湾的，在等于说俄罗斯这边过来台湾定居的这些朋友们，其实都是他很好的一个助力。然后他把这群朋友们以非常自然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可以在周末也可以用很多很亲近于家庭的推展的方式来做进行。但我还是要不免要补充一点，就是说毕竟刚刚Tanya自己也点出来了，因为终究我们台湾的民众对俄罗斯还是陌生的，那真的需要能够抱着一个长期耕耘的心态，可能是十年，可能是二十年，有这样的一个决心，可能在对象上来讲的话呢，我更觉得是儿童跟青少年可以作为Tanya的一个特定的一个对象，因为终究我们的儿童跟青少年们对于这种无国界的艺术来讲的话，其实它的包容度会是相对的高的。那看到这么多丰富的色彩，这么多的造型，其实都会对他们产生很大的冲击跟影响的，所以我是觉得说这几个建议可以给Tanya做个参考。好，那我们今天也利用这个机会来感受一下俄罗斯的艺术的这个文化的内容哈，就是Tanya在现场准备了一些东西，可以让我来感受一下，是不是？在前面来，
我们一起来。这个算是你们策展的部分，我看影片中也有很多人去赶去体验嘛，就是画这个俄罗斯的娃娃哈。潘磊克是不是可以教我大概怎么做呢？对，当然好，这两个给你们。哦，对，这个像是俄罗斯铅笔盒一样的。对，铅笔盒没错。这个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像我们今天现场有很多展示，就俄罗斯娃娃，对不对？没错。好，那请潘磊帮我们介绍一下俄罗斯娃娃有什么重点？中间先要画脸。嗯，先画脸。对。特别留意要眼睛，嗯，拜托要画俄罗斯的眼睛，不是亚洲的眼睛。因为其实俄罗斯眼睛你看很仔细，对对，这个眼睛跟其他的眼睛像不像？对对对，非常非常像，都非常大，非常迷人。所以要画这种大的眼睛，就很像俄罗斯的娃娃。那我们这两个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俄罗斯娃娃现在现场也有，它有的是自己也抱一些东西，啊，有的做一些不同装饰品。这下面我们是自己随便画的。对对对，还有不要忘记画一个帽子。换一个帽子，对，帽子可以传统的那个围巾，嗯，是吗的，而其他的都你们的思想里，自己想象空间，多丰富。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来画这个俄罗斯娃娃，好不好？嗯，脸，然后一个圈，先一个圈，如果大一点没有关系。然后我们这边，帽子可以这边打个结，是不是？那手上要拿什么东西呢？台湾水果很多，所以我画他拿水果，好不好？好，他拿一个西瓜。有时候我的小朋友，我教他画俄罗斯娃娃，他一直有一点，他一定要画跟我不一样的东西。我要 A， 他说 B， 好了好了，就是画完以后不要问我好不好看。嗯哼，那Shark，我看看你，我们来比较一下。你那很有学问啊，那个。我们两个一看就知道，一个呢是深受俄罗斯文化影响，充满了那个文化素养，有这个音乐啊，有这个绘画的天分。那我这边呢，充满了我们台湾人爱吃的精神。对，对不对？都是水果，就是台湾人。爱吃，所以如果是台湾人来画俄罗斯娃娃，上面就是充满了吃的东西，对不对？哎，真的，我刚刚不由自主就画一大堆吃的东西了。果然，我是会排队去吃东西的那种人。您就是排队去听音乐会的人，对不对？那今天非常谢谢汤念老师，还有这个我们的 Rich 大哥在现场，也让我们上了一堂这个美术课，让我们多了解一下俄罗斯的民间艺术哈。啊，这个其实还要再着色，对不对？对，要画很多不同颜色。待会我们就继续把这颜色涂上去，让我们有一个非常这个丰富色彩的俄罗斯娃娃。好，我是Jacko蒋晓文，下一次在台湾站起，带你认识更多新著名的故事。拜拜，拜拜。在梨花园里，四处静悄悄，树叶也不再沙沙响。